你紧张吗？我有一点点啦，但我现在好饿，我好想吃泡面哦。现在对英国时间晚上7:30，7:30了。今天我觉得我能够吃胜过你，就算再辣你也可以吗？也许哦 ，maybe 哦，we'll see you， 拜。Welcome back to Experience. Hello, I'm Jane. Yeah. 今天呢，我在Jane家，我们要来挑战吃辣泡面。但是辣泡面在你们那边叫火鸡面。火鸡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火鸡面，好像有一款叫火山辣鸡面，好像是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缩简称。你们很喜欢简称各种的，我们就是叫火鸡面。对，火鸡面、辣泡面。然后这一锅热腾腾的已经在这里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要加码放送，我们要挑战吃重庆的很辣很辣的零嘴。Jane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吧。这几个我们会有三个不同味道。然后这些是豆制品的零食，然后它们特别特别辣。然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辣条，然后这个卫龙就是辣条的鼻祖。就是一说到辣条就会想到说卫龙的辣条，然后就是他们家出的叫亲嘴烧 OK， so， 然后我也没有看到亚超有卖辣条的，就这个。所以我们要同时挑战吃辣条，还有这是什么？有的泡凤爪，泡椒凤爪，就超辣的，这个也是重庆的。然后这个是因为我是四川人嘛，我会在家里会吃很多这个，然后妈妈爸爸也喜欢吃。但这个如果你一直吃一包的话，会配什么？就直接吃，看电视的时候吃。OK， 对。然后如果你直接这样一包吃下去的话，我都会辣得出眼泪，就很辣的。然后同时解酒的解辣的是啤酒。Jane跟我说，这种气泡的东西也可以解酒。我一直以为就是喝酸，就是酸奶或是牛奶之类，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到底会不会，我不知道还可以活着出去他家。因为在四川，我们解酒会用冰的气泡的，要么是啤酒，要么是可乐会解酒，好像没有人喝牛奶吗？对对。OK， 所以let's try， 没错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们除了就是挑战吃辣之外，我们还要回答5个关于在英国生活跟留学的问题。然后5个问题我们都会一起就是回答。一起回答。OK， 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饿死喽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久没有吃辣了，因为在英国就口味都挺清淡的了。开始吃啦！这个我每次自己吃的时候，我只加1/3。Really？ 真的 ？Shit！ 就你的口头禅。Shit！Like， 天哪，我打不开，我打不开，豁出去了。天哪！可其实我有一阵子我也很爱吃辣，而且只要你吃辣吃上瘾之后，你不吃你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个味，你知道吗？好香啊！哇，超级香！这东西真的很怪，它这么辣，但是就是因为它太香了，好香，你就是不得不吃它。对，紧张，刺激。好，等一下准备开始吃。好，那同时呢，第一个问题，对英国人的刻板印象，你对英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什么？来，边吃吧。对英国人的刻板印象，对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干杯 ？Cheers。What do you think？ 很顺。对英国人的刻板印象。Don't change. Eat. Okay. 英国人的刻板印象啊，爽吧？天哪！就是他们会很克制自己的情感。有那么一点。就是保守吧，然后会很绅士，然后会很注意礼节，很客套吧，可能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假，
有那么一点，就是因为太过于谦虚或太过于友善，就是、反而会觉得不管跟你的关系是亲是近、嗯，好像都有一点距离感。距离感，对，就是那个字，距离感。对，我的刻板印象也是这样，就是在来之前，因为实在耳闻太多，就是他们没有很善于料理，所以就会觉得，可能来英国读书可能会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可是殊不知，我却超级喜欢 fish and chips， 我觉得超级好吃哎、欸。Really? Yeah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好喜欢。I don't really like it. I think I like the chips. Okay. But I don't like the fish. I think it's like too dry sometimes. Okay.Maybe 你没有吃到好吃的，我没有吃到好吃的，现炸的哦，真的好好吃。这个它的那个炸鱼啊，虽然他们不太会去调味，就是他们不会额外去调一些酱料来配那个炸的鱼，他就真的就是把鱼下去炸，就这样。但是新鲜的炸鱼真的是外酥内嫩，外酥内嫩。内嫩 对，真的很好吃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在台湾我从来不会想要去吃薯条，但是来这边之后，哦，薯条太好吃了，它是 chips， 所以是厚的，不是 fries 是细的，是，对啊，真的很好吃。流汗了，我感觉到了，我感觉到我的汗腺开始在飙了。Oh yeah, nothing. 你觉得呢 ？Nothing, okay. I just like the ordinary spicy. I can handle it. Oh my god. 有我的汗腺准备要飙出来，天哪。在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，我们来吃一个亲嘴烧。亲嘴烧，对，来，我们来吃一个亲嘴烧。你想吃哪个味道？都可以。还有三个口味，一个是红烧牛肉味、oh、然后川香风味然后麦辣鸡汁味。天哪，我觉得你今天可以来主持我的节目了，因为我已经开始飞了语无伦次。好，那你觉得要先吃哪一个？吃川香吧，因为我是四川人。OK， 川香是黄色的。Oh my god！ 你三种味道都吃过吗？以前？对，我大学的时候经常买这个，因为它在小卖部就是放在那个收银台那里，我经常用来，我经常用来凑钱。嗯，还有那种。其实这个麻椒类的味道，对，这个其实有点甜了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哎、欸，我觉得甜有解辣的作用。对，有一点，它有一点、它不是那种特别蛮横的那种辣，对，它是有一点甜甜的，对，然后有点麻麻的，嗯，然后又因为它是豆制品。还不错哎、欸哦，好吃哎、欸，而且这个豆干的口感跟我在台湾吃过的好不一样，就是比较实的，有点像肉类了，其实像肉干，嗯，不是很豆干的感觉，那豆干是像那个素肉，咬下去就碎了那种。你们叫素肉吗？素肉吗？就是素的肉，就是、对素肉 ，vegetarian 吃的肉，对，就是对，有点像那种感觉。这个好吃哎、欸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来英国曾经发生过最尴尬的事？有一次。应该有两件吧。嗯，有一件是发生在我去约克玩，然后去那个 Betty's house， OK， 那个 tea house cafe， 对，就是那个贝蒂咖啡，下午茶，你面前摆了很多三层的那种点心，然后一壶银质的那种茶壶，还有茶杯，然后大家就是都很斯文的在那里喝茶，然后。我把一杯茶打翻了 ，what？ 就是整个就是倒在我身上，倒在我自己身上，然后还没有完，这不是最尴尬的。然后我就在包里摸那个卫生纸嘛，然后没有摸出来一包湿纸巾，然后我把它放在了桌上 ，OK。但是最尴尬的时候出现了，就我旁边的老太太她看见我，然后看见桌上的那一包湿纸巾，她笑了 ，OK。然后。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、我回去我才知道为什么。你猜什么？因为那个是给小朋友擦屁股的吗？那是湿厕纸。OK， 这个有尴尬到。It's not for wiping your mouth. 这件就是还经常挺经常发生的，就因为英国是左行道嘛。对，左行吧。对，左行。左行
然后就跟我是反的嘛。对。然后我就会经常在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，然后包括直到现在，我会在街上，比如说 bump into somebody， 对，就你们撞在一起了，但你们躲的方向就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会这样走走走嘛，然后他往右边躲，我也往右边，然后往左边，我也往左边，两个人就在就在这里过不去了，那就特别尴尬，然后一直两个人就一直在sorry， 这个应该也算无解，这个我觉得尴尬的，对。而且其实后来我有试着想要跟随他们的步，就是他们的方法，就是左行。嗯，但我发现并不是每个人在这里都是英国人，好像是的，就是没有特别没有一定的规定，所以大家都是乱走，乱走是乱走的，只有开车是真的在真正的路上。对对对对，是。Are you okay? Yeah, I'm okay. I'm just.You know, take a rest. 天哪，我好像也有发生过，但是我真的不记得，因为我倾向把最尴尬的事情忘记，这样我才不会觉得尴尬。爆炸！我真的很炸，我会骗自己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骗自己的脑袋。最尴尬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想到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最近不是下雪吗？嗯，然后我就差点在路上跌倒。这不算尴尬吧？是这个、就是很尴尬、啊，有当到别人。没有没有没有在没有跌到别人身上， 但是就是你滑一跤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很糗。啊，也是。在第三题之前，我们来吃第二个清水烧。清水烧，我们吃绿色好不好？好。OK， 这个是麦辣鸡之味。麦辣鸡之味，什么叫麦辣鸡之味啊？你们叫麦香鸡吗？哦，就是那种有点像麦当劳的那个麦辣鸡翅、okay、麦辣鸡腿的 OK 感觉吧。好，我闻一下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麦辣，味道跟第一个一样啊。其实差不太多了，啊、但是就有点细微的不一样。而且你现在嘴里全是辣的，这个面的。对，嗯，哦，没有那么甜。第一个很好吃，川味，目前觉得川味最好吃。不过也才吃两口。嗯，这好下饭哦，应该不是很下酒。我反正蛮喜欢这个。嗯嗯，以前在上海念书，他们很多朋友就会说辣条怎么怎么样，但辣条真的我完全感觉不到辣，我觉得是甜的。嗯，但这个我是觉得辣的。这个吗？哎，这个味道比较重。嗯。然后就很有味道，对，我喜欢这个味道，这个花椒味，嗯，很香，嗯，好吃，味道台湾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Kiss Burn，Kiss Burn， 好有意思 ，so cute， 嗯，好吃哎，嗯，哎，第三个问题，来英国读书最不习惯的事，我先回答好了。先让你回答。好啊。OK， 来英国读书最不习惯的是，